事没事，害怕是很正常的。近日，星城多名要员收到匿名恐吓信，袭击事件时有发生。事件出现在西区局势刚得到控制的当下，时机的若不尽快抓到幕后，已经升级。现在可是敏感日子，这跟按内部情，虽然你。就是这个，受害者是因为这条消息。
哼，竟然直接留下手机号。登录系统，申请查询。哪来的小鬼？领带打得漂亮，但你就是本案的负责人道尔探长。哎呦喂！我叫克里斯蒂娜，城邦治安学校大一新生，在星辰。哪有让大一的菜鸟实习？原来是上头塞进来的鬼。前辈，我，您看。哦。你好呀。你就是内森。话不能这么说，别乱动。动静小点。果然是假。交给我。这么弱的对手，是看不起我吗？